半就是五月五号，你们的任务时辰已到。让我们来喊一喊口号好不好？做一些暖身运动好不好？为五月五号做准备功夫好不好？五月五，五月五，五月五，不够大声，还听不到，还听不到。让我们右手边的好不好？五月五，五月五，中间的朋友好不好？五月。起来，五一五，五一五，五一五，换中央政府。Salam sejahtera, salam mesra Malaysia, salam bersih.Masa sudah tiba, 5 hari bulan Mei, ini kalilah, demi rakyat, untuk rakyat, kita maju ke Putrajaya.Suara sudah sasau, doktor nasihat, simpan suara. Sebab saya ada satu acara untuk 3 hari bulan Mei. Kita akan berjumpa sekali lagi secara mega, secara raksasa. Satu lagi ceramah perdana di Esplanade Padang Kota.Generasi muda kita pada 3 hari bulan Mei mulai pukul 5 petang kita akan bawa barisan artis-artis Pakatan Rakyat dalam satu konsert Pakatan Rakyat mulai 5 petang.Rock Jeff Hui juga akan bernyanyi untuk serahkan seperjuangan kita. Hayo Tian Ban, Hayo Tian Ban, 就是我们决定马来西亚国运的大日子了。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做什么？换中央政府，五月五，五月五，五月五，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小弟剩下五天半的时间就要完成这个任务，配合我们全国各地222个国会候选人要为大家完成这个任务，就是朝向不成，朝向不成。
改朝换代，告别腐败，就在现在。所以，小弟是从现在开始是夜夜磨刀的大男人，把每一把刀都磨得利利的，不是要来砍人，是要唱歌。我们要唱衰国政，我们要唱衰国政过去56年传到末代首相，再转型，越转越不行。大家要知道，这一次的大选有很多的迹象，充满玄机，充满玄机。4月20号，我们的提名日，提名日的前2天，社团注册官给我们麻烦，口口声声说政府国政政府不承认行动党的当选最高领导层，不要给我们采用我们的党徽，我们党的灵魂火箭来提名。大家都很担忧，手机接到差不多要爆炸。不过提名日的时候，我们有 A 计划，我们也有 B 计划。 A 计划照样的打出我们火箭的本色，怕西龙不照啊！我们继续要用我们的党徽。如果他不允许我们用火箭的党徽，我们还是继续的据理力争。B 计划，如果面对强权，我们被打压，我们所有的候选人还有另外一张的委任状，能够让我们以有党的党徽来出战。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替天行道，所以这条路必须要走下去。我们得到有党的认同，马来半岛我们的 B 计划是用我们有党月亮的党徽来出阵，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东马我们也得到有党的认同，让我们以蓝眼来代表我们火箭的候选人。你是我的眼。不过虽然国政来势汹汹，4月20号我们提名的时候却非常的顺利，各个都以我们党的灵魂火箭来提名，成功的提名了。所以报章有一个很好的标题，国政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国政来势汹汹，火箭照样升空。4月20号，火箭顺利照样升空，是冥冥之中有注定的。
虽然说小弟那首歌爱拼才赢，有一句话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一次冥冥之中，为什么4月20号提名日这么顺利？我们用回火箭的党徽。 小弟一路来热衷IT和科技，回去睡不着觉，就上网谷歌搜查，到底这4月20号是什么日子？查一查，原来4月20号是我们的战友赵明福的生日。 成为一个调查案的目击证人，不过被邀请到反贪污局问话的时候，却在反贪污局的大厦没有理由的情况之下失去他的生命。赵明福曾含冤未雪。 他在4月20号提名日在天有灵显灵了，护航火箭继续升空。听起来这么简单，想起来提心吊胆。如果4月20号提名日， 有这个玄机，赵明福给我们在上天给我们护航。那么5月5号又是什么代表性？很简单，5月5号大家就把它当着一个大日子，好像年初一。 大清早穿新衣，戴新帽去投票，选出一个新的联邦新政府啊！5月5号，我们确定了，这是一个大日子，对我们来说。 等待了50多年，5月6号是更加重要的日子，因为5月5号半夜已过，我们就看到权力的转移。5月6号就是我们明年担任新联邦政府的大好日子了。5月。 非常重要。既然5月6号非常重要，小弟又睡不着觉，又在上网，又在搜查。为什么那些好选不选？选4月20号提名日，5月6号让我们成为新的联邦政府。为什么5月6号这么重要？上网谷歌查一查，5月6号大事不妙。 原来5月6号是一个人的，也是他的生日。这个人是蒙古女郎奥丹杜亚。奥丹杜亚，5月6号也是另外一个。 含冤未雪的牺牲者，这2个牺牲者都是在国政的统治之下变成含冤未雪的牺牲者。相信他是现代的倩女幽魂，要回来找个公道。在国政的时代找不到公道，就在明年执政的时候找出他再找的包青天吧。
如果你手上有手机，如果你手上有 iPad， 如果你手上有 Samsung Note， 打开你们的这个手机 iPad， 查一查，进去 Google， 进去 Wikipedia， 打出 Wikipedia 丢边号，打出 Wikipedia 奥丹杜亚，看一看他们的生日是不是。 赵明福4月20号提名日，奥丹杜亚5月6号明年执政日，你来查一查，做我的见证。黄泉安不是车大炮，互联网不是车大炮，在槟城车大炮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在哪里跌倒。 在那里站起来的大炮先。我希望，如果你们是来自布吉登啊的朋友，或者是你有工人在布吉登啊服务，或者是你有亲戚是在布吉登啊定居，我要求你们，他在巴当哥大跌倒，就不要让他在 站起来，好不好？这个在那里跌倒、不敢再原地爬起来的人，已经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允许他这个人身边呢站着土权巴尔加萨的领袖。 这是一个违背我们人民意愿的做法。 It is a betrayal for any Pakatan Rakyat people, for any Barisan National people to look at somebody who wanted to represent Penang, but he stands beside Perkasa leaders or so-called Perkasa head honcho. We have to say no to Barisan National. We have to say no to Barisan National, who make friends with Perkasa. 滨州的人民不能原谅，滨州的人民不能原谅大炮仙站在旁边的两个人，一个是牛头，一个是马脸，我们要把牛头骨怪全部赶出滨城州，好不好？好不好？听到你们的掌声和彩声，我相信我画公仔不必画。 画出他的长度来，你们都明白同样的心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各位同胞们，各位朋友们，这一次的大选，配合天时，配合人和，也配合地利。 4月20号、5月5号、5月6号的选举，我已经替你一一的讲出来。好，我们大家还要再等什么？能不能够再等啊？各位朋友们，5月5号，如果我们要看到新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要有新希望，我们必须呢做一个抉择。这个抉择用福建话来讲就是“嘎嘎回去啊，嘎嘎回去啊”。可是。 这一次的大选，我们的主要对手不是国政，我们主要的对手是金钱政治，打倒金钱政治。
黑金政治，打倒沙特马来西亚和国政的勾结，把人民的钱财一桶一桶的倒下来，把人民的财产一支一支的蓝旗插到，好像曹官有所讲，插到所有的旗，插到连蚊子都飞不进去。这是你们的钱，这是我们的钱，这是大马人民的钱，我们不能够让他们来玩弄我们。甚至有沙特马来西亚加布丹布多，甚至有 special lucky draw， 他们自己做 magnum， 他们自己做大马彩，他们自己做多豆，我们必须要给回，我们要必须要给，哇哇哇哇，他们要做 magnum， 他们要做大马彩，他们要做多豆，我们就要给国政推动啊。所以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让他们以区区的几百块钱夺去，我们要决定民主，我们要决定国家领袖的那一张宝贵的票，我们的票是无价之宝，我们的票是无价之宝。 Our votes are not for sale. Our votes are not for sale. 如果说160块、200块、400块能够套取我们的选票，我们槟城人要告诉沙特马来西亚，要告诉那两个公子，也要告诉纳吉顿拉扎，我们槟城人是有尊严的民族。这次大选，这一次大选，我们要赢回我们槟城人的尊严，我们要回我们的尊严，向黑金抗拒。 Let us say a big no to money politics. Say no, no.Money politics. What you say to money politics? What you say to Barisan National? Barisan National stands for B is bad, N is news. BN is bad news. Vote for Pakatan. A vote for Pakatan is a vote for Malaysia. P for proven.所以各位同胞们，哎呦，端端的端端 rakan seperjuangan saya buat rayuan saya sebelum saya mengundur. Ini kalilah, ini kalilah, ini kalilah, ini kalilah. Uyewo, uyewo, uyewo.最重要的是，在槟城，身为槟城人，我们有一件事不能够忘记。大家继续给我们明年槟州明年领导层再五年，好不好？再五年，伸出你的双手，打开五个手指。
再五年，再五年，再五年 ，another 5 years， another 5 years for Himpunan。We take a pledge on the 5th of May. We are going to create history. Let us have Ling Guan Eng as the Chief Minister of Penang again. Ling Guan Eng, Chief Minister. Ling Guan Eng, Shou Shi Bu Zhang. And on the same day, Tuan Tuan and Puan Puan, on the same day, you are going to create another history. Anwar Ibrahim, Prime Minister. Great. With that, I can safely take my place at the back seat. Thank you very much. Salam Uba.